别搞，别搞，别搞，没事啊。关卡二，对，我来了。哎，跪那儿了，这才好可爱。好呀，哎，我低血糖。哥，你挺帅的哈。Hey bro。Hell no！ 这是不是宝箱？这要站那儿还不怕不怕？灯还给我关了。过来过来。把这个解开吧，应该是。你看嘛。还有一个在哪？不是，没有了，就只有三个。不是，它这上面显示有三个，但是来三个人的人一定会有一个人没有。啊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就有可能二人组也有一个人没有。啊，我觉得可能。啊，套娃，套娃呢？我这有一张。我们被抓住了。好，哎，先蹲下。那个头，那头上有东西，有卡，有一个卡，一张卡，所以一共三张是吧？就一张，我这有一张，不是就这一张？我刚才盒子里有一张，盒子里有一张啊？对啊，这个盒子里也有一张，一共三张，
一人一张呗。一人一张。一人一张。走，拿着就回去了呗。给我吓着了。竟然还有这种武器。那没了呗。没了。我拿的是红色的，后面有个二维码哎。每张游戏牌都有二维码。朋友们，别靠，过来过来，我们一块，我们一块一块一块，一块二，你还没去啊？走嘛，走走走，你还没去？走走走。挂布催化剂，这不门给的个。吓死我了！我就在这，就在这。先坐会儿，先坐，先坐，先坐。先坐，他这一会儿沙发弹起来，我看看啊。啊，对，是，这就是我们的宝箱，就是、宝箱就在这儿。哦，看电影，有没有爆米花？就耳机，可以带上，防止害怕。他一会儿不会从屏幕里爬出来吧？是不是？让我看看藏在哪儿呢？查一查。我们看他把宝箱放哪儿。他藏在哪儿了？那儿有一个键盘是吧？他藏在那儿了。没有藏在那儿。好，放在那个鼓的凳子上。到底放哪儿了？哎，又不放。那我藏在哪儿呢？藏在哪儿啊？那我藏在……还在打吗？对，还在打。啾啾啾啾啾。所以你放在哪儿了呢，哥？不知道，找一下吧，还是得。哎，火叔，咱们的，哎，咱们的特长来，快快快！3 2 1，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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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来，3 2 1，2 3 4，哎，不对，我每次扔五个节奏就乱了，我大概能要7个左右，找一下吧。所以他最后放在哪儿了？这啥？这宝箱吗？找到了，找到俩，好像就是，啊，就一个宝箱里有俩，感觉是还是俩宝箱，一个感觉是这意思。你再找找呢？哦，是两个宝箱吗？是有，这就是你拿到一个，然后还有一个是我的，走吧，走走走走。朋友们，哎，你们是几张卡呀？一个盒子一张。哦，一个盒子是吧？哦，那就一个人一张卡呗，对吧？啊，你们一个盒子里找到3张。
没有，一人一张，一人一张。啊，那就一人一张。我们只找到一个盒子，然后一个盒子两张，一人一张，一人一张。哎，我们不是要回去吗？我们到这儿吗？他说是让我们回到这儿，是吗？我们刚才在下面有那个渔网，有木网？大图，你们怎么都在这儿？那我也想知道，我还以为只有我一个人在这儿呢。等会儿，我们到底在哪儿？很明显，这不是一个正常的世界。他什么时候策划这一切的？他骗我们来这儿，到底想干什么？我已经开始实施我的计划。你们今天只有一个人能被救，其余的人都得死。什么叫只能救一个？陶小雨，你疯了吗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的朋友呢？他在哪儿？你到底用了什么手段，把我们几个都弄到这儿来的？别着急，你们马上就会和朋友见面。至于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，等游戏结束，你们自然会知道答案。